大家好，我是刘浩敏阿敏姑，欢迎收看福气来的。我头先讲的是一个规模最强的一个，算是我们中华永清的药品学啦哈。我要讲的几把是一边我们今天来宾秀弥都先生来教我的。其实讲到弥都先生，算是我们福气来的一个老朋友，然后伊其实伊贵州以前留来过我们的福气来。每摆看到我们的弥都先生，我发现到讲，其实伊一切都比到我们的药品学。唔单止讲伊爱留下伊阿个历史，伊阿个伊个文史文化故事，千面古行喺度前面。今日我哋有上到我哋弥都先生，到现场，我哋分享讲，伊做乜个爱按表面个去做一件事情，我哋马上今日来宾弥都先生。阿明古，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邱弥都，我系带到中华嘅人称。弥都先生，欢迎你来到我的现场哈！因为我提供在多讲伊的2023年呢客家儿童文化嘅同花蕊嘅长落哈。其实也未其实冇简单嘞，因为其实我们提供以前系开始做春夏春事嘛哈，夏从地方嘅一啲文史嘅调查，做乜个不开始夏儿童文化咯？因为啊，我系小学嘅先生。爱到福教又教闽南话，还有教汉语，啊，跳白跳上个诗啊，眼就有写诶，花语个儿童文学，咪就得奖。啊，十年前吼，爱要讲课字晓啊，爱教课，爱就想讲，哦，一天爱就两片汉语个教材，所以爱就到仁川国小个门口，就这个六巧嘛。六巧有故呢，有故事啊，所以咱就该写落来，希望哦，你们得奖嘞，了后啊，是得做药品抗炎的教材啦，哈，咪是得做话剧，咪是得表演，咪是得录像，所以是得做按导师，啊，小朋友都按有心跳呢。嗰时等于如果其实有一位伊的故事，希望讲也先把故事写好了以后，吼，还一摆可以变成绘本，吼，可以变成表演，甚至可以拍片嘞。好，等于讲有一啲文本出来的时间，都可以做某种啊偏方。但是我想问你讲，伊阿位伊的算是六口体，我哋讲历前六口，同时买起也摆伊的得奖的伊的文学的，算是伊的文章的名嘅吼。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系咪？也故事很有背景，很有。真实嘅，呢个立前，立前应该合起来，就系人称嘅称，有冇？哦，用钱嘅钱啊，因为人称单枪呢个六巧嘛，啊，那个同跳白嘅同事罗同事啊，在到1982年，民国71年的时间，对，军事哈，中山路冇路桥啊，所以啊，记住导护老师，哈，就导护先生安徽危险啊，就发生查火啦，啊，几个脚断皮嘞，啊，然后佮退休了后就高兴，啊，但是吼。有一个无名个富人家啦，啊来捐钱，就是捐钱来建造你个绿桥。啊，但是吼，建造好势了后啊，啊那个雄壮说哦，啊一个命啊，所以这个命就写行善桥，人称行善桥。啊，但是吼，隔天吼，天公爷就去个富人家。啊，七家去搞那个炉派啊，炉派哈，那个敲下来用那个什么老虎钳，啊那个敲劈啊，所以本警察捉起啊，啊那个桥的旁边有一个警察局，就捉起啊去问啦，问讲你用的破坏公务啊，啊所以去啊追问哈，就告状来嘞，就讲啊。讲唔是写命啊，那有老你讲啊，唔是写命，所以唔是写，正经系慈善桥啦，啊，所以啊，上众啦、高众啊，讨论了后，就改做仁川共荣路桥，
啊，所以啊，咱敢讲吼，你个故事吼，到佛教界门口嘛，啊，按特别啦。嗯。啊，但是但呢，你嘛已经按旧了吧，四十年了。差不多呢，嘿。啊，所以啊，有一届小嗓音，按到蒋宏明，啊，到录啊那个六巧法兔画 3D 动画。哦，按讲所以大家网红啊都来翕相啊，所以就变成那个一个点，一个打卡景点了。啊，但大家就蒙骗了哈，说你们其实有一个股啦。嗯，你等于讲，其实更加宽宏了，佮像伊个他个人去打卡的伊个地方，也不入口，其实后部分有一个过通人的故事，你有一个欢迎家。你味道当初有一点心伤，味道一阵倒火的关系，不用出差，不晓得过程呢。但是一路发心，一见了也入口，到同事讲好话，莫写人名的哟，连行善路桥都不可以。噶，问题是像安尼的故事的话，那变成一个童话，好一个童，算是儿童的文学，能用来改编一样。因为吼，爱上上啊，到福建教改哩。迄讲吼，小朋友较乖点吼，俺就会编故事、本记体，所以俺就把所有的人物啊吼，变作动物。嘿，俺到福建吼，在缅甸个亲手个小跳板就成立巩固故事队，已经二十年嘞，所以俺亲要巩固哦，所以俺就把那个历史个事情哈、人物啊，全部都变作动物。用动物来讲。比如讲女主角哈、郭先生就变作冲江鹿。哦。因为个像狗啊。狗的长颈鹿啦，冲江鹿。啊，你伫金融做导护呢？去啊。哎，去个江景有冇？江景冰岛泰鲁吼。嘿，那福建就有兔子啊哈，鸭的啦。毛蟹啊，爱韩国去啦，那个小动物吼，兔子去韩国去哦，要笑笑的噶，郭先生讲，落了先生，所以很生活化啦。等于如果唔单止讲，因为当初系的郭先生啦，哈，郭先生用用重金六来做亚威的形象，但是你看用亚威将军来保护他个人去过马路，只是香港人导护老师用的哈、用这家的神明去保护人的生意呢，可以过安全的过去马路。但是问题是，譬如讲，俺能讲伊的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的俺能讲第三视角，摸到第二视角。好，譬如讲，嘿，蛮人的讲下故事，蛮人的看下故事。有啊有啊，所以俺就。设计哈，就是故事个挑战啦哈，先讲啊，有这个有八宝尊啊，你个总跳三百年啊，啊最主要哦，有一群妖婆哦，妖婆就背正啦，啊背正啦就看到六巧你个事情安样啦。好，等于啊，所以那个主角个妖婆没死得公爱啊，我飞回来了，好，人家嘿哈。台噶游客也可以啦，只要是返乡的哦，看到你改事情啦。如何看故事人嘛吼，讲故事人咯吼，如何跟烟火的的视角，或是有了看到也有一点从江流，用也要江景去保护，生意呢去上上好下来上课。噶从个故事底部呀，因为除了讲个人，头头讲个妖婆来讲个人的从江路嘛吼，噶嘛有其他人不嘛提下故事底部。有哦，譬如讲吼，富人家，俺就设计迄路桥嘛，较重视嘛哈。啊，寄去亲国公个教宗按到林克里，啊，所以俺就设计讲宋木国。宋木国哈，俺就话军事界雄壮，按到斩得法，所以俺就说个阿法国死亡哦，死亡阿法国，啊，俺就可能就警察啦，警察局长啊，俺就讲粉条过来，俺就去改肇事者。公司肇事者嘛，有下意就差不多了。有啊，苏克达，去苏克达哈，去冲到郭先生，所以俺就讲福利，俺有救护车嘛哈，送到彰化市的大医院，通埔里面彰化，所以俺就讲总传。
种串种，所以啊，那就用故事动物化啊，这样去编这个故事啊，大家看到就有一种想象。而且他把我的故事那个原本的故事其实记录的很清楚哈，虽然讲是改编成动物的样的，但是以故事的内容架构。其实是没做的呢，慢一其实就是故事里面有，因为蛇片又停了，他会说警察局我有去过呢，啊，六卡我有打卡过，所以还有很理解，因为是用历史改变改，去把蛇片又来抓去台印宫沙起个老人家讲你个句哦，大家反应热烈，讲应该点，哎，你安尼真是用真实的故事去改编呢，我们算是儿童文学来讲的话，其实不单只可以把当初会发生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同时改编以后不用惊生意谈多事，有朋友说，第一个可以结束的，好，因为讲同温嘛，哈，同温这个事情，但听你有想哦，有其实有某个地方有精彩曲的，同时总发真是有压抑啊，你哦。对啊，因为哈，我感觉讲哈，你们哈，按到跳摆个事情啊，这些建筑物全部都摸见的消息的，所以跳摆个鼓啊，下落来，哈，还使得去传播。你伫你们个。你请巧，安用呢？你知吗？唔知啊。哦，俺有翕相，俺帮你看咯。哎，看。哦，鬼讲吗？嘿，鬼讲。嘿，有吗？那个年轻人哈，讲好闽剧发改3D 动画，因为啊，你请啊哈，你用镜啊，是苗木之乡，所以记就发你个台书嘛。啊，永靖哈，人称有火凤，四百五十初暗道，所以记就发落来啊，所以啊暗道因看到都来翕相呢，变作打卡。没错。谈起啊，跳摆个鼓就摸嘞。观众朋友，看到人我发现到个，你真是鬼想去谈谈看啊，因为儿童文学里边很用的一个讲法咯，还有节目。啊，等你杜先生，我念本堂哦，休息一下，我就马上过来。冲江路过新鲜，激动热心。送上天秀带面体的神圣看露水，你看从重重的江景冰到太露红，太细茶林都停落来哦。本是动物安心过太露，等因世界动物健康健康，落来个神圣长了了，个神圣小秘密含跳，甲德沙是动物上家门。翻过来，福起来的一档节目一开始是来自我们中华永春的秀美卢先生，用我们的廖平强同我们两位提2023年我们的客家儿童文学的得奖作品，你进入课位的内容，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美卢先生，因为从头已经讲的，其实廖平强看了讲一的故事，我发现到讲，其实我感觉到很有韵味啊。味道很好，真是。如果说猜题的发丝，如果猜题的故事，因为咱的提供其实在2021年的时间，嘛有一篇文章嘛，得到啊，等等，客家文儿童文学嘛，能讲系家东宫三庙人。先同啊，等等观众朋友讲一下，也系故事，很样的故事啊。你系我爱不卡总是题嘅。分帖就一个台书按到家东宫，翻婆叫吼，就本记鉴定，共计啊挂一个牌子，共计364年。啊，谈起吼，2021年吼，记出片，出片得到区合并啦，
他甲讲迄台塑界癌症啦，所以咱感觉讲啊，甲人讲保护癌，枪射就保护癌，所有个种面啊，用时得离开台家，所以俺就想爱个几个故事啊写落来。可是你头都讲这个系家东公的妻子嘛吼，问题系因为伊投诉的对你的村庄来讲，系的让伊的精神的意义咯。哦，那重要哦，因为吼，俺的总方面建县吼，长三百年，计就有三百六十年了，所以俺大概富人村吼，啊就特别无乜个移民嘛，所以所有的种面吼出世，迄讲吼，出世就要去拜嘞。好啊，当年嘅中秋节啊，办个拜，要去拜，提个贡饼去拜，啊，然后执一条热肠，啊，用那个古代的铜钱，啊，用一个红红色嘅面绳吼，给绑起来，啊，然后要挂到颈颈，啊，这个意思系讲吼，爱系家东公嘅妻子，佮要保护爱啦，啊。隔年在办个办就来慢啦，所以很多慢看啊。那个家东公很厉害呢，唔但请爱的村庄，连请所有的村庄按道理来办，咩就嫁出去街啊，带到台北了，咩进来啊？就是原地的免回来啦。所以你个家东公你慢吼，出片了后啊，太家东关心。可是等于讲，迄个算是村庄底部最重要的一个，我等下冇讲迄个特殊的，真是迄个我们精神的一种算神明的啦吼。因为讲他讲你的叔父神嘛，等于讲你的庄民可能供出来的时间，你爸爸妈妈都带去的吼，你希望讲家中公可以保护一些人呢，好一生人可以过平安，然后又拿伊个算是新发芽的树芽来存铜钱，好，然后听人家拿伊往看。个平常的话，从下你一个算是晚间的一个风俗，差不多啊，多一多些呀。大部分个狮子哈，都会到到十六岁，整太硬个死啊，就唔是过去晚间啦。个十六岁也好起耐咯。哦，起耐哦，因为哈，挨着人称哦，我们是属于那个。中华有一个南瑶宫，啊，就去南瑶宫吼，去南瑶宫拜拜啊，啊，就会表示爱睇咧啊，爱七个托你吧，啊，所以唔是个拜咧。哦，南瑶宫系拜妈祖嘛，哈，可是拜妈祖是十六岁以前系家东宫附近，啊，十六岁以后入妈祖了，同阿人看妈祖，可是其实安尼爽啊，真是。等于讲，如家东公虽然讲系条数诶，但是其实系爱等村规个村庄地方最重要的神明，所以说爱等得太假装了呢吼。对，虽然吼，你问你啊，系你孔乙己念吼，但系你一个台数个村差吼，系环境啊，哦环境个教育，咩系上面个教育，所以台数个分条啊。如火凤啊，三期咩就人称国中、太平国小，所以国中啊、国小嘅新生啊、小朋友咩就去向下写卡片咯、哈，向下七家做过，然后啊去拜啊，祈福啦，祈福啊，民众啦、村长啦、乡长啦、记者，还有教授啊、专家都来看，啊要按用旧。按用旧你个家当讲啊，所以记者啦吼，新闻没有报道，俺请感通啊，所以要写落来。啊，因为吼，你个书吼，听讲一百年前日本时代咩有救过人呢？可是你即使写过呀故事以后，你就同家当讲讲无？有啊，哦，就去得奖了后吼，还忙。提到奖状，我就去甲家同讲讲，感谢哦，不爱得奖爱上哦，你唔该骗啊，你今尾真好啦，啊，后来提到奖状啦吼，我就写托本啊，咩客气啊，甲你条朋友啊，强啊，去啊准备你条奖品啊去拜，啊甲家同讲讲。
所以我就感觉哦，既可能就听到大家的祈福哦，求恁该求恁哦，就看到几个薯条哈，又长出来哦，树芽哦，啊又发芽了呢，嘿，所以我感觉真感。感通啦、啊！我相信家东公有无有感受到他跟人对呀？咪伊个算是希望啦吼，希望讲其实咧三百六十年咧的家东公可以继续下伊四百年、四百五十年、五百年。噶还没唱来的咧，弥陀先生唱来的念一段，也把得将个二零二二年来的咧客家儿童文学的家东公三六年第八一段好冇？好啊，好啊，好啊，啊、哦！我要甲家当讲个句吼，变作托本咯。天白中都个狮子，全部都是家当讲客子。当年八月半，罗伦太师提点一公兵来金白，十二条玉墙造成，用方面绳加玉墙加古铜钎绑线，挂点狮子个奖金。保佑你们平安，客子当年八月半买来万钱，七七到十六岁真太硬。可是谈到也谈了哈，那已经有谈到过。其实听俺的八月半的时间，俺的永清的一个村民地方，如果来俺的那家东公鸡片，俺的万钱呐哈，俺的用西安讲的话还讲万钱，噶永清鸡片的牛片，万钱，万钱，好，万钱的意思中有。我伊的事呢，佮今年的带鬼戏以后，迄品种好像品种啊，带神方好还是变个哪样？哦，就是蛮肯的，遐啊吼啊，阿咪阿姨啦，阿姨就会讲这个肯吼，本招工班哦，做文员嘅片，啊，变到招工呢位，啊，明年啊，这个蛮蛮肯。哦，古鲁今年的现代音乐，古老好鬼戏表演来做表演嘅，系咧系。明年的时节，八月半的时节，啷个来玩？佮从下故事写好以后啊，先生，你这个有样本声音来弹功？有啊，有去哈，啊，俺就本人称国写啦哈，俺有有里面啦，有去补习，你们。你不要补修，属于补习，补习个小朋友啊，念本几天啊，哈，啊，顺便啊，搞几功课。哎，小朋友个反应按热烈嘞，伊讲，俺就去啊，啊，俺记唔住哈，记错片嘞，所以伊讲，病了，阿家阿公啦，阿妈啦，强下去祈福呢。小朋友啊，大家都按关心家东公。可是等于看到有个故事以后，伊等啊，第二年来睇的，一家东公人的突然的村庄，你不要暗冲一位的台北，听伊都讲伊妈唔第一出片的吼，但是弟弟以后就真的带到阿公阿婆，穷下去提祈福。噶，唔同有讲到讲，后来又生一个新的树芽，系咪？有啊，就几个树条哈，因为哈，家东公三百六十四哈，记哈。去讲解啊，所以佮个薯条吼，你是扩展，佮个爱西汉时代有一个做，把工作给它包进去，树、哦、包桌，啊，你买了做新改，啊，所以佮个薯条吼就种一个树啊，啊，虽然吼后背啊全部都光秃秃的，因为本意啦，树干佮出片嘛，啊，爱相信哈。佮应该会有新界家东公出现，应该会有新的神明了哈。他都有讲到讲，哎呀，家东公迄讲的耶，你咪有骂的哈？有哦，因为哈，你们的尊教分，你家家东公三百六十四哈去讲解，啊讲解叫要较要生长，那、啊、个在不远处哈人称骨壮，那罕有这个家东叔公，这个马介，哎认为哈去上会往上生长，哦、所以安尼较低调，啊较苗条，够苗条，够是很马的，对，你唔对哈，唔对的，我都讲你讲解，那就马改了，是，你嘛很有瘾吼，家当树叶去加鸡啊，强下煮呢，家当家当鸡，你唔识讲，我唔识讲。
故事谈到阿德弥陀行人讲下的故事，你会发现到讲，其实弥陀行人最猜忌唔单止系的历史，莫是讲，伊也俾啲感情，其实归内为，尤其系讲阿你从中我听阿人的总头地步，看到阿德家东书啦，我们的用书，其实一条书诶，唔单止系一条书诶，其实对阿人猜忌嘅感情同信仰来讲吧，系归重要诶。休息一下哦，下一段节目我哋买几多个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今天节目我是来自中华永庆的秀美杜先生，同我的念到也不一的客家文化的作品。我就想问一下美杜先生，因为其实一出路提做有关于文化、彩地文化的故事，尤其是牛贫强的故事。我记得我其实在访问的时候，有讲过一句话，表示影响过深啦。吼，如果拍的央视做过的事情，这个不会做。因为我们想讲，哎，做嘛个人讲？因为拍的央视做过，譬如讲，人家在唱客家歌，啊，听到唱客家歌，唔好哈，拍你又搞出来，你拿来用，咪归防骗下。做嘛个，你这个唔会行拍你行过的路呢？因为吼，爱跳白唔会讲客，自从爱会讲客了后吼，接触个。北部啊，桃竹苗嘅客家，我发觉吼，佢嘅还有南部嘅客家，有安岛甲中华嘅客家，佢样品格冇相款啊。所以我爱做客家，行客家嘅路啊。所以我就想过，你本乡情地，吼，大家有乜嘅故事啦？啊，你嘅食衣住行娱乐啊，都系人情嘅。比如讲色啦哈，你色粿嘛哈，那个粿，我爱去色楚曲版，唔系色烟版哦，哈，啊，比如讲唱歌，你爱本地个唱天空啊，hello boy 啊，爱感觉安个无特色啦，爱唱爱自家写个歌啊，哈，所以爱就尝试写一些歌，让他们自己去唱。我想啊，我冇可能做教育部长，咩冇可能做行业应该董事长。但是哦，我有懂什么写地方嘅文史啦、教育，所以我想爱从我嘅祖先那样吼做文化董事长。嗰时其实做文化董事长嘅话，等于都希望自己可以替文化也部分。开展这个力量啦，好吧，这个位算是用心的故事，全部留下来。头头我在欣赏，有讲到有啲鬼凄美，或者是哎，算是把题白谈过了。楚曲版，好，楚曲版呢，法语系乜嘢啊？蜀曲国。哦，如蜀曲，蜀曲草嘅嘅做出来版嘅啦，吼。加较加嘅硬版较强款。哦，好，可是其实，真是如一般啦，讲话那黑妆底部、银色底部还是会有。还是有油，但是我因为讲头头其实弥陀行人讲个一句话，感觉到我冇讲到过更正确。如果其实虽然讲是客家种，我如果客家带啦哈，但是有的地方也会引我，这是已经发展的过好诶。但是睇一片的话，可能安样个去前提记录下来一件事情来讲，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吼，爱大家人称本来就是客种啊，所以佮上半年啦有七家嘅神法奉祀啦，有七家嘅佛奉，所以爱想说，佮七家地方嘅东西啊写出来，嘅神法写出来，就是的，就有七家嘅东西。所以唔是过去陶祖庙吼，给他这样复制贴上啊，唔是安用。先把这个故事给记录下来啦，好，记录下来以后，还把安用运用，其实如果简单。有啊，从前面先说，对呀，譬如讲亚维路，火凤街，总是第一个，胡连春时，还有写家乡人称给个春时，啊，总共写七本啦，还有名利，我感觉还唔难呢。因为写出来啊，哈，啊，写篇又按用看，所以我就想说，哦，要有文学啊，哈，
啊，所以俺们就写黄溪文学奖，还有儿童文学奖，还有绘本啦。啊，你嘛又写诗本哈，绘本啊，绘本还唔拉咧，因为大家唔会念嘛，所以还有拓本。你看哦，那拓本有122耶，啊，所以已经有开了100多班了。故事的前面，都有我能够提防的一些算是地方史料的一个调查，对对对，先从要被史料的调查以后，然后还是变成故事，故事以为以后，还一把二变成绘本，搞菜，好，搞菜绘本，某路啊等等剧本，好做戏剧的时间，还有就改咩重要，就会媒体啊，媒体，所以应该就有七个实际的录影哈，有做样片哈。800多个影片短片，哦，你看自己的频道啊，所以搞下按封片啊，哦，你实在太敢实在去看了哈。因为从唔讲同佢讲，要拓本，拓本的意思都讲等于都讲我哋有文史以后，我用去拓。可是我也有的有声的一个。就话我有录音啦。有录音带。因为啊，学家有几面啊，国小、国中还有三期大学。有开办嘛，所以大家都强好来念啦。真的是过用心的把一道东西记录下来以后，然后同时啊搞应用的去拓一本也的东西。同时因为我阿姨讲，因为有很多样片哦。有啊，850多。可你这个侬有很多时间做啊？嗯，没啦，就是都短的哈，就是随手去哪位啊哈，就录起来。然后就给它稍微简单的后置一下，就 po 上去 YouTube。除了讲，头先讲过嘛，你这个可能可以做这个文化的动词种了哈。可是我一生因为讲，迷途心上，还有乖有一种，让我讲咯，使命感。有啊有啊，因为啊，我迄人生总是替求家个子孙啊，我个祖先求催人。还挑拜书院的院长，哦，他呢去改复写案度，所以都给嘛，大家都给他鼓励呢，赞美。所以俺上爱从祖先用啊去教大家做一个文化概念，因俺个祖先求出是按强的，既有案度复写，比如讲求风格咩，去改复写，哦，所以啊，总是替。就是老师傅，就是书院啊！爱对总是滴出来哈，爱感觉我要发扬我们邱家的文教精神啊，做一个文化董事长。可是这个位祖先以前是一个书院的院长嘛？书院的院长。可是其实这个书院的院长，真是是有一点算是文化高发的一个经验。好，把个人村庄地步啦，无侬讲给一个文化的一种进化的一个经验，提素人来演讲地步，如果希望讲他个人可以有一些特殊以后可以改善自家的身份。但是都更加来讲，因为其实他个人有特殊的嘛，有素教育的。但是提我的民族身上身份，看到嘿，你这个对于药品学一件事情，你这个会移民，会经营过从？药品学，我感觉吼，自从爱点个七家药品个，因为按金总讲，按用七家唔会讲卡啊，哈，所以去学免油按度千片好油，一件记七家系药品卡，但系记懂懊恼，就是懊恼说唔会讲卡，所以爱感觉讲爱七七去推广讲药品卡，你按重要。你每吼按道念啊，记开口讲药品卡字后，我感觉按重要诶，甲祖先就情感上有通了，所以啊，虽然大家都见他唔会讲啦吼，但系有尝试啊讲一两句药品卡记会懂翻译，有尝试爱甲迄样品。传过去给他，啊，有六页嘛，两三句啊，啊，给大家都放尿片，哦，爱爱红，爱红尿片给你。虽然讲一段故事，人家迷途心上讲好了，哎，过刺眼，但是他们都是依然一九年的时间，迷途心上又讲好了讲，伊当初很样的对伊的，唔晓得讲尿片，尿片哈，
很容易去潜到诶，可能会讲尿片下嘅地方，然后去学习慢慢的把呀带过来的故事。一吞好，其实以前的节目里边有讲过，但是俺因为讲，其实阿像米卢先生突然能再讲一遍讲，其实是唔系对那一学尿片下，然后同时把带过来的人用钱的咯。哦，讲真嘅，我去学尿片下，我去抢先生，根本爱带到状况就冇咧，所以爱就啊。上面去看到较为肥，既有面杂，面就又上搞菜啊，所以咱就当落下来吼，啊吃较好啊，当然都爱听呢，白天也听啦吼，暗时也听啦吼，啊阿老公面就听啦，啊强下去认证啊参加。看你认真通过。咁计时节来讲话，你这个已经用钱几片，已经完全潜到你们讲黑包诶。尿片腔冇咧，尿片腔冇。啊，迄讲尿尿会讲卡迄神球吼，加尿来，加尿来咩迄外体嘅抗炎啊，怎么讲？一点点啦。嗰时见个台湾来讲话，除了用钱以外，还有哪片咪嚟讲尿片行？哦，就哦，讲尿片咧按块啦，比如讲吼，头面面就头面尿片强，啊，心脏面就心脏尿片强，还有大烂尿片强，那大烂加肿化系强款，还有即个牙龈嘅咳嗽、气口，咩伤害好尿片啦，因为佮个祖先都系尿片强。可是其实这你这个天命如何看到的治疗，应该如何看到其他地方的一点尿贫穷啊？那请感谢，较微微哈。十年前他们就六人就心脏的尿贫穷，甲大量尿贫穷，所以眼就有听到那个光碟就上高菜的尿贫穷，所以眼感觉哈，高菜就了就上开叫就上高菜按冲腰。可是在节目的最末了哈，因为彤彤意思讲到那重色 T A 的 T 字嘛哈，那刚刚的朋友讲重色 T 尿片客安怎讲？重色 T， 重色 T 啊，重色 T， 哎，大家念看哦，重色 T， 哎，重色 T 的古字咯哈，反映大家如何来认清个重色 T 了。看了几篇节目，我们发现到讲，其实米卢先生有一点过太一点使命感，唔单止讲，伊重新去研究嘅一点用钱嘅尿片盒，同时伊嘛把自家嘅专长，把故事记录下来，希望讲，一条故事可以本在一啲用钱嘅生意咧，可以提供体验，唔系讲一点尿片盒嘅客家人，同时嘛一了解在地嘅故事。今日我感谢阿米卢先生，罗拉先生分享很多很精彩的故事。罗拉阿敏，罗拉太家，休息一下哦，都听阿的先生来听我运动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阿的面书、听赞，还有到阿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阿的影片分享出去哦。